でもお母さんには実際デビューしてから半年ぐらい経って初めて行って、でそこからずっとこうお父さん今こう。現在都还不知道。知らないです。お父さん SNS とかやってなくてちょっと疎いところがあるから意外といけ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他好像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的身份是现役大学生。那当初他为什么会出道？興味があってなんか気になって入っちゃいました。原来是兴趣使然的英雄啊！那他笑起来很可爱。这边有一个酒小酒窝，是怎么发现自己对 AV 有兴趣的？なんかキラキラして見えて、それでなんか結構アイドルっぽい感じの人が多くて、SNS とか見てて、あなんかやってみようかなってなんかチヤホヤされたかった。因为他条件很好，所以他也真的很受欢迎。那现在他有没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嗯，そうですね。結構チヤホヤしてもらってます。那走在路上会有人认出来？日本では一回も声かけてもらったことないんですけど、韓国に旅行に行った時に初めて声をかけられました。かけられたいな。下次我帮他做一件 T 恤送给他，后面就写他四川人。好恥ずかしい。不会不会，他在台湾是很受欢迎的类型，还是常来台湾，在台湾他是天王巨星，Super Star。据说他出道的时候，他妈妈帮他隐瞒他的父亲。そうですね。でもお母さんには実際デビューしてから。半年ぐらい経って初めて行って、でそこからずっとこうお父さんにはこう言わないでって秘密にしてもらってます。なんで結構お母さんもなんか大変そう。現在都还不知道。知らないです。はい、不知道。哇，超哥，如果女儿跟他一样的话，你会怎么样？这些人都不在了。先把经纪人干掉，再把社长干掉，再把摄影师干掉，再把看过我女儿的全部都干掉。跟俄罗斯打个电话，我想买台坦克车。欸，不要开玩笑，我以前当兵真的是开战车的，好不好？我也是装甲部队的，开战车的都特别色，是不是？人气买气都非常强，然后能隐瞒到现在，觉得蛮厉害的啦。お父さん SNS とかやってなくてちょっと疎いところがあるから意外といけ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他好像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一个 YouTuber 嘛。嗯，为什么会想要做 YouTuber 这一段？俺もでもなんだろう、 YouTube やってみたいなって思って、ファンの人からやってほしいっていう声が多かったので、あじゃあやろうっていう要望があってやったって感じ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でも、なんだろう、エロなしっていう。哦，当然了，有色情在 AV 看就可以了。那你说看片的话，一般来讲，像她这种美少女的比较喜欢看到她被欺负被怎么样。但是因为她是走偶像路线，所以目前的片商并没有让她走到这一块。每一天就是美美的出场，然后光打得很亮，然后她笑嘻嘻的，做一些比较 soft 的演三个男优的作品。拍的就是一个球队的经理，然后就球队的三大主将就一直来找他这样子。あれはなんかいろんな部活のなんかその学校のマネージャーみたいな、女の子が一人しかいなくてみたいな。而且那三大主将都是业界非常知名的男优哦，一个叫做毛猪，叫丁丁永泰，是一个胖子；另外一个叫做漂发哥，肌肉泽野，他以前是消防员；最后一个叫童弟，叫做结成结弦了，娃娃脸 ，AV 女优认证过，虽然娃娃脸，但是很大只，跟热狗一样。童颜，童颜巨根，对对对。他会比较喜欢哪一位的型 ？Wild。年齢はそこまで気にしない方だと思います。以他现在都是这种清纯型的角色嘛，未来会不会有想要挑战哪一种类型的？やっぱちょっとこう大人な女性っていうのはいつかやってみたいですね。こう先生、教師とか OL とかもいつかはやってみたいですね。你长得就一副娃娃脸。
你就算是老师也是被学生欺负的好不好？哎、欸，那他高中的时候是有跳过啦啦队？チアリーダーの部活入ってました。所以他算是本色演出啦，就喜欢帮球员加油嘛。所以他这样应援，大家一定都很开心的。那会不会想要重操旧业？ありますね、やってみたいです。那太棒了，对。哇哇，这个。衣服厉害，这什么东西啊？这是帽子吧？这是帽子吧？这是他等一下要穿的。哦，怎么这么小件啊？嗯，因为他本身也很瘦了。怎么这么小件？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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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今天就让他回味一下啦啦队的这个时光了，让他回味他高中生活。嗨，戻ります。帮我们两位棒球队的学长圆梦一下。我们对棒球也略懂略懂。我好想做那个夹子，请用我的剑手吧。台湾人是不是也蛮喜欢像他这种身形的？我觉得爱死了。他就好像一个还在发育中的女生，好像对这种是完全没有任何招架能力。张哥刚刚讲法让我以为台湾男生都是萝莉控制。哎、欸，台湾男生真的很多萝莉控啊，对啊，你去看那些酒店，他挑的都是这种啊，身材。要我们不能一起去，会在酒店打架的。要打，确定不是打。那我们今天还是要考验一下他的演技。在做干嘛？问题吗？我们待会的剧情是这样：两位棒球队的学长刚下场，然后经理过来帮他们，就是稍微按摩一下，这样。对两个人有点尴尬，这个健大好了，健大演这种太出神入化。嗯，好。超哥真是我大哥，一辈子的大哥。他是一个棒球员，因为表现不佳被换下来。身为一个称职的球队经理，该怎么安慰他幼小脆弱的心理？好 ，Action！ 哎，今天又被三振三次，真的是有辜负大家的信任了、啊。谁能够来安慰我幼小又脆弱的心灵啊？啊，是经理，是啦啦队。嗨，お疲れ様。啊，大丈夫？あんな落ち込まないで大丈夫だよ。好难过，我需要你安慰我呀。ずっと私応援してるから、次は全力でよ。OK， 我的棒子又恢复威力了。好看。辛苦了，健大。对对对，所以辛苦了我们四川小姐了，非常开心她来应援我。健大，帮我们点评一下她的演技吧。就四个字了，可爱无敌啦！好、哦，眼睛看着你，楚楚可怜的说话，你就受不了了。演技是蛮可以的，你要这样子可以演技啦。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对。我想摄影机会说话，他真的是先天的条件非常的好，身形啊、体态啊，还有脸蛋啊，我觉得都是非常受欢迎的萝莉系、美少女系的最顶峰了、啊。世界各国都有这个流派非常忠实的拥护者，尤其是亚洲男生最喜欢的，更是台湾男生的天才。祝福他除了在 AV 得到很好的发展以外，然后还有 YouTube 的可以分享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喜好。那记得除了要支持石川林小姐以外，要支持健大的频道。谢谢谢谢超哥，谢谢。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